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欧果。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老去，想要永葆青春，可越活越年轻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部男主逆向生长的电影《返老还童》。暴风雨来临前夕，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的老人叫女儿给他读一本日记，这本日记记录了男主本杰明神奇的一生。一战结束后不久，在一户富贵人家，男主本杰明降生了。刚出生的本杰明身体虚弱，各个器官都开始衰老，皮肤、骨骼、关节都如同80岁的老人一般开始退化。更不幸的是，他的母亲因为难产，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。父亲巴顿把他当作怪物一样遗弃在了福利院的门口。好心的福利院看护奎尼收养了这个怪异的孩子。就这样，在福利院他平静地生活了11年。直到他遇到了与他纠葛一生的女人黛西。这一天，6岁的黛西来看望在养老院的祖母，祖母介绍了他们两个认识，之后这两个人就成了最好的朋友，本杰明的生活开始充满了色彩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因为两个人经常夜里偷偷出去玩，被黛西的祖母发现了。黛西的祖母从此就不让黛西同本杰明一起玩了，本杰明又回到了单调乏味的生活。不过渐渐的，本杰明发现自己的身体正逐渐变得强壮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身体的强壮，本杰明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以船工的身份随船出了海，还与船长成了朋友。晚上回来后，船长带着本杰明去妓院开了荤，不过离开时被同事来开荤的亲生父亲巴顿看见了。巴顿便请儿子本杰明喝酒，并从侧面了解了儿子的近况。看着酒醉的儿子走回福利院，巴顿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打算有空再过来看望本杰明。不过已经长大的本杰明选择离开福利院去外面闯荡，而在他离开时，黛西依然出现了。他答应黛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他寄明信片。之后本杰明随着船长开始了海上的生活。在海上枯燥的生活中，本杰明遇到了第一个爱他的女人伊丽莎白。伊丽莎白是俄罗斯一名高官的妻子，两个人因为在旅店夜里几番深谈之后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不过这段感情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而结束了，伊丽莎白留下了一封信后离开了这里。本杰明所在的打捞船也被军方征用了，开始海上作业。但战争总是残酷的，在一次执行救援任务时，几乎整艘船的人都丧命了，不过本杰明逃过了一劫。死里逃生的本杰明回到了福利院，在这里中年人模样的他又遇见了多年不见的黛西。此时黛西在纽约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，两个人共进了晚餐，可席间尽是黛西讲述芭蕾舞的话题。面对熟练吸着烟的黛西，一种陌生感油然而生。晚上面对黛西赤裸裸的诱惑，本杰明依然选择拒绝了她。突然有一天，巴顿找到了本杰明，并且坦白了自己就是本杰明的亲生父亲。原来巴顿身患重病已经时日无多，他打算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本杰明，来博得本杰明的原谅。虽然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但善良的本杰明还是选择原谅父亲。他陪伴父亲走完最后的旅程，并为父亲举办了风光的葬礼。处理完父亲后事的本杰明来到纽约探望黛西，本打算给黛西一个惊喜，不想却给了自己一个惊吓，因为黛西已经有了男朋友。本杰明伤心地离开了纽约，回到了福利院。可是3年后的一天，本杰明突然收到巴黎的来信，说黛西出了车祸，腿被撞到骨折，很难再回到舞台了。本杰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巴黎，不过黛西却不想让本杰明见到如此狼狈不堪的自己，他将本杰明赶出了医院。不过本杰明却没有走，而是留在了巴黎。暗地里他偷偷地照顾了黛西一阵子，才回到了家乡。回到福利院的本杰明开始过着寻花问柳、闭口不谈、一生厮守的生活。直到黛西回到了福利院，经历重重磨难的两个人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开船出游，在海上过着只属于两个人的生活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本杰明最快乐的日子。不过回来后，他们才知道本杰明的养母奎尼去世了。之后本杰明变卖了父亲留下的别墅，买了一座2联式的公寓，两个人继续过起了幸福的生活。在本杰明的帮助下，黛西也走出了车祸的阴影，开始办起了芭蕾舞培训班。有一天，黛西突然宣布自己怀了本杰明的孩子，这让本杰明开始慌张起来。他怕孩子会患有自己一样的怪病，好在女儿降生后并没有什么异常。不过本杰明还是觉得孩子需要的是一个陪他长大的父亲，而不是玩伴。所以在女儿1周岁的生日之后，他将自己所有的财产留下，然后独自离开了。这一眨眼的时间，12年过去了，再次出现在黛西面前的本杰明已经是青年的模样。他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，回来看看妻子和女儿。不过在和黛西的一夜激情之后，本杰明再度消失了。随后福利院给黛西打来电话，原来少年模样的本杰明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。从他的日记中找到了黛西的电话，原来这几年的时间，别人都是经历岁月的磨砺后变得越来越成熟，而本杰明反而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模样。于是黛西开始照顾本杰明，并在本杰明相当于5岁的年纪时，黛西陪着本杰明一点点变小。He got his beautiful hind leg.
The days passed, and I watched as he forgot how. 直到变成婴儿，死在了黛西的怀中。读到这里，女儿早已知道自己读的是父亲的日记。回顾了与本杰明一生的黛西，终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双眼。试想一下，即使你也如本杰明一样，有着倒转的人生，到最后却不能与相爱的人厮守终生，这是多么大的遗憾。所以，与其渴望青春常驻，不如珍惜同身边亲人朋友共度的时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